一块块弹性十足，鲜脆无比的极品海味，白嫩透光的生鱼片，蕴含极致鲜美风味，弹牙的鱼肉细胞，一入口鲜甜味充斥整个口腔，仅需吃上一次，就能让人一生难忘。外表奇丑无比，背身布满毒刺，别看长相老实，实则却是个暴脾气，这就是被称作毒王的石头鱼，也是老饕们口中的走钢线美味。要知道，从小就生活在阴暗海底的石头鱼，可十分擅长伪装，经常把自己伪装成一块石头，天然保护色不仅不易被发觉。 还能去诱捕深海虾蟹等水生物，这也是石头鱼能异常鲜美的原因。最关键的是背身12根剧毒的背刺，使得它不容易被捕捞上岸，因为不小心被炸到，中毒不说，还带有剧烈的灼烧疼痛感。这种遭遇会让人毕生难忘，所以有经验的师傅往往会第一时间剔掉石头鱼的背刺，并且还会做无害处理。当然，外表粗糙的石头鱼肉质却十分细腻甜美，并且营养也特别丰富。无论是鱼皮还是鱼肝鱼肚，都是不可多得的舌尖美味。而这份独属于大洋的海味，处理起来可一点也不轻松，不仅要小心背刺。 还要把鱼皮、鱼肉、鱼内脏分别单独剔下来，而两块肥美且晶莹剔透的鱼肉，则拿来做纯粹美味的生鱼片。至于剩下的鱼骨和鱼腩，也不会浪费，加点清水熬煮就能得到一碗鲜美浓郁的鱼汤。而烫熟后鱼皮、鱼肝等食材，再清洗干净后，就可以切成。